释德阳，字慧刚，号西城，14岁出家入嵩山少林寺，从师于嵩山少林寺第30代传人，首座和尚素习法师，是少林寺第31代武功传人，擅长少林拳械，尤精罗汉拳及风魔棍、五虎群羊刀，曾应邀担任《少年张三丰》《少林雄风》等电影、电视片武术总教练，先后向你进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都对于这个一下子把对方给制住，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。其中第一部分是少林寺武术套路。